跟你们说，后来我发现我应该已经刷了2000只了。嗯、啊，我之后再一次算吧，这个先算台面上的，因为我游玩时数其实已经超过，怎么样？我台上可能刷1100嘛，我私下就是开着在刷啊，可能跟阿米狗聊天啊，或者睡醒在看台啊，都睡不着，其实都一直在刷。像这2天他在打麻将，或者我下午，我今天半夜在刷的时候，一个北七在日麻邀我的时候把我邀进去，结果被他们绑了1个多小时。就还有少刷了一大堆，阿长安安，今天是一百打麻将吗？应该吧，应该也不会开太晚啦、啊，毕竟没有睡，爱哭。现在是卡在要睡不睡的中间，想睡但睡不着，但是又不太想做什么事情。三。我要吃早餐，我要吃面。你失眠了，我也失眠呐、啊。你好，你好，你好。我这2天也是在。就边看剧边刷，你是没有想睡？不是哦，你要想一下呢。我是还要开台的诶，而且是跟人家约好要开台的诶，那我还不睡觉，不搞死自己？没睡好，我还没睡。圣诞快乐。像前天不是说我昨天不会开台吗？嘿，然后那时候我睡到9点半，然后其实半夜刷是刷得很开心啊，毕竟不用算你刷了多少个，然后自己在半夜刷的时候还刷到那个有惯性，你知道吗？就重开之后，我的手会下意识去按 delete。你讲的那个叉叉是说谁啊？什么叉叉？谁叉叉？不睡，我没有睡，我没睡。你要不要跑图哦？没有，今天好像跑差不多。木木早安。我没睡，拜托你的文章我都有点赞好吗？怎么可能睡？嗯，你随时发文，我随时都看得到。我北七我北七，哦，有个北七是不是？对，他说他要邀人去打日嘛。然后他们是用那种要4番以上才能胡牌的，然后我没看清楚，也是修罗就进去了，而且是4人难局，然后就一直留局什么鬼东西的，这个难一局打了快5场，都还在难一局。结果嘞，时间转过来已经打了1个小时了。他先去睡觉，希望喽，应该是6了。然后最好笑的是，为什么我在玩的时候，我变这样子，我简介哦，他一直卡在270小时，不会再加了，因为我昨天就是270小时卡到现在卡好久。
它是每过多少会加一，是不是？七天前首次游玩，你看我刷黑毛虫刷了已经十天了、欸。按错，晚餐啊！你有没有睡觉？你是回来了吗？早安，我们亲爱的晨晨，你休困吗？不是，我跟你说，都对，是兔窝群的吗？是啊，你看，为了等你回来，我开台，没有啦，安安。没有，是真的睡不着啊。另一方面在看那个宝可梦对战规则，有个规则是回避不能堆叠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回避只能叠一次，还是回避完全不能叠？因为礼拜三有个活动比赛，看一下，他是说对战规则嘛，像睡觉是只有一只宝可梦会同一时间睡觉，那闪避的话是无法堆叠闪避能力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是洗完澡再擦保养品放空状态啊，那你听着我声音睡觉吧。人生规划自己创早安，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我本来想说啊，去伺服器框一下，结果我发现杰克的伺服器登不进去。哇，好烫哦！哦，水煮的高丽菜真的有够烫。早安，谢谢早安。我问一下哦，戏法跟掉包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呀、啊？教主今天有打算圣诞节度过吗？今天哦，没有吧？睡觉，应该吧？或是下台中找铲铲过？嘿嘿。你等等要出去泡汤了，好，记得保暖哦，今天很冷。哇，来到了快4111了，回避真的不知道，很少会用上啊。想说我就喜欢玩搞事的啊，想说带一个什么悠闲熏香哦，还是什么的，不是加回避率的吗？然后再玩个说变小还是什么的，变小啊，影子分身啊。掉包是道具交换，对啊，对啊，掉包跟戏法、啊，他们原本还想约下午去打多游，但可能大家都快挂哦。想到六七年前那时候也是啊，我们就是从11点夜唱到早上7点，然后7点之后去就已经大家快死掉，然后去吃早餐，然后吃一吃在那边玩狼人杀。天黑请闭眼，十个人里面死掉了3个人。那狼人请睁眼的时候已经睡死了。早安，雨天早。还是我播歌来听。我真的是越早越嗨，哇！就是度过那个睡觉的时间，有没有会很嗨？
哎、欸，还是你是说你刚去唱的时候很嗨，现在快死掉了？不是啊，我是说戏法啦，不是戏法空间啦，我也知道力量戏法、速度戏法、啊，那个我稍早都有，我不能稍早，之前都有看啊。我是说戏法，哎、欸，跟调包。你现在很嗨，来跟我嗨，来我们一起嗨。大家都快不行了，连唱十几首，直接，对啊，到最后面就是没人点歌的时候，哎、欸，有两种状况，就是，点到后面大家累了嘛，就是会有一个人连唱，就像你那一种。那另外的状况就是点到后面大家就开始疯狂抢着要唱，因为快结束了嘛。可能三点都还有人在线上，对啊。那你下午还会去吗？就睡觉了吧，不要去了。骰子二十一点大佬二轮流完喝酒喝到疯掉啊！好的，因为我已经想好我们礼拜三不是伺服器的对那个吗？那个麦块的比那个麦块的宝可梦。有最后的那种比赛，也就是一单一属性的对战，大概想好怎么玩。不是他嘴巴有痘痘，嘴唇下面的嘴巴不能张太开，好烦。你已经二十五小时没睡了，那我是要给你来一棒啊。感谢雨恋超级留言。天冷吃汤圆超嗨，不止吃汤圆吧，天冷吃火锅也很嗨啊。你也可以吃木炭啊，断交。没喝咖啡也睡不着吗？我又不喝咖啡。然后有很多人也是说什么喝咖啡对他来说就喝水一样。那你就喝水就好了啊，喝咖啡干嘛？浪费钱，对不对？不是有些人都说，我咖啡当水在喝。我又没喝咖啡又不行，我你喝水就好了啊。小橘子安安，
那这样咖啡等于水，那你喝水啊，来省下那些钱来抖内我啊。你有喝茶吗？我有，可是我最近没喝茶。哦，你我说有哦，我懂意思。那还好吧，我每天都有喝茶。我失眠前、失眠后都有在喝饮料。你年纪太小，你知道我小学三年级狂喝咖啡吗？那时候就是一包咖啡，然后再加自己去买个糖包。那时候小时候当觉得是自己是个小大人一样，那边喝咖啡，就后来发现咖啡又不好喝，就没有喝了。我回到了果汁汽水的怀抱里。喝咖啡会想睡的我，你为什么会想睡？你被下药吧？那你今天有没有上课啊？你有没有睡啊？你到底有没有睡啊？有没有好好休息啊你？嗯，你现在会喝黑咖啡？肯德基圣诞大餐记得吃哦！感谢欧元爸爸的钱。哎，欧元爸爸，我昨天听到个笑话。他是说，肯德基的全家餐又不够全家吃，全家人吃。然后那个肯德基的回复是说，这是鸡的全家餐，不是你的全家餐。那时候听到这个好好笑，因为可能左腿是爸爸，右腿是妈妈啊，鸡翅是儿子，有没有？然后鸡胸可能是女儿。感谢爸爸。我已经喝，已经到鸡精比咖啡有用的年纪了。你还比我小欸，阿长你还很小欸。不对，鸡的全家餐，对对对对对对对。温阳安安，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有意。文阳，救命啊！黑色的虫不出现啊，这间公司催人老，哇！那就喝鸡精真的有用吗？我当时有多的鸡精，想说一天一罐，我喝下去真的很无感哎、欸。前阵子在 FB 那时候还喝，真的喝鸡精，然后喝险精什么之类的。有什么推荐台湾内的景点吗？没有欸，我很少出门，因为我那时候。昨天段位东一直接被打了一个国师五双飞了，感谢硕业的五个月。那时候也在全联喝啊，我同学就说，哦，一天一罐真的有差，我就跟着喝。我想说怎么很还是很累啊？早餐吃了吗？正在吃啊。喜羊羊安，喜羊羊安安，雅思早安。雅思，黑色的虫不出来。当你的泪水划过侧脸。可是重点，明天是要跟喵哈玩那个电话传情，明天八点还七点吧。反正就是，如果是明天的白天，我这时间就一定要睡觉了。黑毛虫都破茧了，我跟你说，不止哦。来，给你看，
看一下哦。游玩时间2、3、4、8小时哦，2、3、4、8哦，然后这边游玩时间270小时，可是这个270已经卡了2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加。我们来算一下哦，小算盘，270-238等于32。那32，我再说，每次都刷1分钟一只的话，乘以60。实际上我已经刷了2000多只了。实际上哦，我已经刷了2000多只喽。我想说，等到刷到之后，我们再来最后看一下那个总游戏时数。欸，我现在就是私下都有在刷，刷不到啊，很奇怪欸。他突破那个有个人是节操50呢，然后火鼠是500-600，我想离开了欸，我也想离开了欸，这边好恐怖哦，我有幽闭恐惧症了。感谢阿昌，教主圣诞快乐，也祝大家圣诞快乐哦，欢散播欢乐，散播爱，谢谢阿昌。没事啊，圣诞快乐！快出来，你快出来！夜空座，我们一起吃大餐。我忘记上次是谁啊？好像就是10000呐，10000那时候说180出的话，请我吃那个，请我吃大餐。就那时候180没有出，然后我在喊说：“快点，我们一起吃大餐，夜空座。”看看当时10000说180那一定出，现在呢已经2000多了。你看他也长得像圣诞树啊，因为那时候在民宿的时候，在民宿我就确定我那时候已经刷了5小时，确定5小时哦，然后。我想一下哦，我一到现场我就开刷，我刷了3小时，然后中途有吃火锅嘛，吃到一个段落又1个小时，我就在刷，再刷1小时。后来他们是有分组要比赛，说抽奖品，然后我结束后再抽1小时，那个再开1小时，然后中途就有那个啊，有诺英啊，有杰克，有小雨帮我再刷，然后这两个刷起来也是2小时。安安看到雅思爸爸了，对啊，97，好快哦，我们聚会也一个礼拜了欸。八个鬼啊，我就讲雅思爸爸嘛，抱歉雅思。我这边会叫爸爸的就只有那个欧元而已。他女儿也20几岁了欸，欸，有没有大家蒙你个毛线，快啊毛线快出来啊，来去吹头发好哦。欸，我看网络上有一种它是直立式的吹风机欸，它就是很像人家那个去烫头发再照那个半圆形东西，但它不是，它是一个圈圈，然后风会吹下来，还蛮强的欸。
嗨，安安。欸，然后我发现我可以看影片欸，我可以看剧。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声音是从截取盒出来的，不是从电脑本身发出来的。所以其实我可以追着剧，然后边直播，你们听不到声音，就游戏的声音欸。没事啊，我那时候气到也会不小心打等于等于啊。没事没事。有男同学的妈妈在我前面怂恿他。有啊，你那时候讲啊。我就说对对对，就追他就对了。然后想要鼓起勇气去的时候，你就走到你了。欸，你啊，以后交男朋友不要找他这种的哦。你们聚餐都玩 Switch 没有？都在玩，是在等人。那时候人都还没到齐，你是不是看 Moco 的影片啊？那时候其实人都没到齐，然后那时候在研究那个群组怎么用的时候，然后 Moco 刚好要拍。你们两个尊重一点哦，谁？我没有吧？不是我吧？尊重一点哦，等一下雅思就有扳手咯。噔噔噔噔噔噔，我希望他那个显示游玩时速可以正常一点。怎么可能两天？我两天加起来刷了应该有六小时以上吧。因为我都已经看完那个脑筋急转弯跟什么160分钟看完，一口气看完什么什么系列，那加起来也有四个小时以上啊。谢云安安，对，然后怎么可能这四小时？我昨天就看了这个，看了四小时，然后昨天看的时候也是270分钟，70小时。我们吃我食宿欸，我们的三大干爹都出来了，现在剩下一万了。我们的雅思、捷云、欧元只差一万了。圆梦安安，我在想啊，如果开戏法空间的，那我再用陀螺球，那是不用注重什么个体值啊，只要速度低就好了。一万在上面，只差一万，不是？等一下，我东西喷出来了，不是那个意思啊。因为那时候在想说，如果开完戏法空间只是看那个啊，反正如果你都是第一个冲出去打的话，是不是就不用看个体？不用，反正你一定是第一个出手的啊，就不用怕死，血量不用顾啊。没啊，杰云应该没有钱了啦，对不起。他不是前天自己放假吗？134，有人要教主，你不要只差一万就喷东西出来好吗？不行吗？你想要是不是？对啊，大岩蛇使用水枪。欸，我去查一下大岩蛇有什么技能好了。大岩蛇不行，但刚那个大钢蛇可以。
我们在聊神奇宝贝啊，还是要破坏时光。你昨天下午放假，昨天晚上也是在看谁？我看一下，我昨天半夜在看谁的台啊？哦，白痴哦，昨天是诺英开台啦。我想怎么好像我昨天在开台一样，他开台段打给我，那时候我在看。看谁的台，看到最后是在八陪台。干宠物吗？可是我不吃狗饲料哦，我也不吃干草哦，也不要喂我吃什么萝卜之类的哦，我要吃的是人的食物哦。哎呦，最近好容易饿哦。我想一下，我前天发生什么事情，应该说昨天。我昨天半夜突然很饿，在龟龟群呢那边就是突然很饿，出门买那个咸酥鸡，然后分量都是我平时吃的，然后有时候可能还会差点吃不完，就突然昨天我花了五分钟就把东西全吃完了，后来发现说干我怎么还是很饿，我想说我真的很不相信，然后后来又去煮了一包泡面吃完还是很饿，那怎么办？在吃好像只是浪费食物欸。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我也是半夜，就是我晚餐大概是10点吃完，好像10点11点吃完晚餐，然后。就那时候也觉得很想睡觉，那准备要睡的时候，反正啊干睡不着，然后就突然就很像回到以前的我一样，就是我可以一直吃，就吃不胖，然后我就又躺又跟怎么办，肚子还在叫还是很饿，然后就撑到刚刚，然后开始就吃早餐。教主今天也是刷100日妈妈，应该吧。但是不会达到12点，再看啊，因为你看现在10点了，不然刷到50再50打日蛮好了。啊，阿亮早安，可能到冬天很容易饿吧，也还好欸，因为我是在这前两年开始，我2019年开始，就两年，我的食欲突然变很正常，就是不会再什么泡面都吃三人份啊，便当吃两个啊这种东西，我就是真的泡面就是一人份，然后饭啊便当那些都一人份，就以前。吃不饱吃不胖的体质已经不见了。就以前哈记他们还在 NONO 的时候，突然聊到一个朋友很有个豪爹，于是一群人纷纷询问对方。哦，你这食量还这体型，哎，有变壮哈？我不是变胖，我是变壮哦。以前是吃货吗？以前就是。吃两三人份啊，然后那时候体重是维持在5253啊，那是去年开始健身之后，才开始长肌肉。不过最近真的很少在练了啦，最近已经没有练了，没有空，没有时间，而且又下雨又冷。传说平安经，安安 ，Hello。你们咬完了没啦？要咬多久啊？重点是下雨。对，说过了，我碰到雨我就会死掉，所以讲过啦，能让我在下雨天出去见他的人，在我的心中地位是。占很大很大的分量，
某个影片的竹竿人，阿静吗？把你当早餐了吧？没有吧？你只是他的磨牙棒之类的吧？干磨牙棒，我总还是不想歪。超瘦。我其实手臂真的是很细啊。你还在吃海南鸡饭？哦，麻薯魔有说错的是你心态啊。你以前体重都，你现在体重100多公斤，我的天。没事，重量球抓你也只是一倍而已，没事没事，哈哈，好坏，还是两倍啊，承重球，没事，你的倍率跟高级球一样，菜渣的影片，你说吃的吗？还是你说那个摇滚猴子？你说我手很抖的那一部吗？他们都说画画的人手都很稳啊，这就证明我不会画画，对吧？昨天看到我们聚会的影片。想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我也讨厌下雨，我等一下去面试，找新工作。哈记变瘦了没有？好吗？欸，不是欸，你想一下，哈记每天都在露脸，他只是昨天聚餐的时候是一个画面，这就代表他变瘦了吗？表示说平时哈记的那个视讯镜头是把他变胖的。那洛基尼几岁啊？我跟你讲哦，世上真的没有不会变胖的体质。对，你可能说好，你就是真的吃不胖，你吃很多。来，现在一罐沙拉油你喝下去。你21岁，你身高体重多少？没有啊，你看哦。我也是之前吃不胖啊，但是我唯一做到方法就是变壮啊。不要说练不出肌肉哦，那是因为你不会练。真的要练出肌肉的话，要有方法。然后你要一直狂喝那个高蛋白。173、74、47，还好啦，真的还好啦，拜托。你高我1公分，我当时也是重你几公斤而已。欸，多少？4、5？会拉肚子，没有，真的。你跟你讲，你这体重应该不用当兵吧？但是你真的要的话，你就每天伏地挺身啊。而且你姿势要对哦，你不对的话，跟我之前一样，就是用错姿势就伤到肺。我那时候躺下来是狂咳嗽。30后就不一定了，摸摸一个。我跟你讲，不然就狂喝啤酒。你可能会说，啊，我就烟酒不碰啊。啊，不是啊，今天在聊说吃胖的问题啊。如果我讲哦，那个吃不胖的也不用到处去炫耀啊。有些，比如说你看，你如果说你狂喝酒，你狂喝酒也不会胖的话，啊爸，你又说啊，我又不喝酒那种。我被健身教练说没办法练出肌肉，内脏脂肪只有1%，不是？那你，我的天啊！我之前脂肪也很低啊，不是？练不出肌肉是另外一回事吧？我原本也没有啊，不然另外一个方法好不好？你看一下非洲小孩子哪边最大？
不是裤子里面，是他们肚子是不是很大？他们都喝水啊，对不对？喝到肚子都水肿了，那你可以尝试多喝水啊。你超爱喝酒的，哇，天啊！那你有没有考虑去应征什么晒衣架之类的工作？嗨阿伯，没有啦，就看你吧，你。因为真的很多都是30岁后，就是像小雨也是说他以前是吃不胖，他最近也是，他之后也是说他自己开始就是胖起来了，对吧？很多都是你年纪到了就会代谢变慢，然后就开始出问题。我在想说是我代谢变慢，还是真的有练出肌肉啊？就确实是在一年内就重了7公斤了、啊，喝酒你也喜欢吗？木木，你再跟我讲一次试试看，你记不记得你之前答应我什么？啊？你在喝酒啊？塞衣架想要奇怪的东西，什么东西？不过杰克还是一样瘦，没有。杰克，你要想一下，杰克几岁？杰克跟洛基一样，欸、没有没有，他比洛基还要大一些而已。你们木木会喝酒，是不是差评了？是不是？你们择偶有没有？木木喝酒扣分，扣10分，这样子打小孩吗？非洲大肚子是有蛔虫吧？我知道是有寄生虫啊。那时候就是他们喝水没有过滤，然后里面都有寄生虫。那我又被扣分了，没有，铲铲不会扣分，没有，他现在是未成年，在那边跟我讲说酒好喝，好吗？这扣分。我对象会扣分的只有抽烟。但你要知道，扣分不代表不会及格啊，这只是扣分而已、啊。那会不会发酒疯？干嘛？你很期待哦。麻薯是不是 M 啊？我想一下哦，刺青我也不会扣分嘛。抽烟的话会扣，喝酒的话不会。还有什么？嗯，好没了哎、欸。因为我真的不喜欢烟味啊。女生嚼槟榔，你要不要想一下？惨惨呢？嚼槟榔哦？啊？甜酒媚酒会更容易喝醉，因为常常喝到忘记是酒啊。你说红酒那一种哦？我是一个爱吃高热量、喝甜食是。你看你现在是不是在讲一大堆？就是你吃正常的东西都不会胖，这就别讲了吧。你在那边吸仇恨。槟榔党更可怕。可是我后来做工地啊，我对吃槟榔这件事情，我是抱一半一半的想法。以前会讨厌，毕竟只有槟榔渣、槟榔汁那种乱吐有的没的。但那时候做工地，他们是为了排汗、流汗，有的没的在那边嚼，不然憋着会中暑还是怎样，也很危险。可是。我还是很讨厌槟榔。那时候，对，那时候他们是讲一个道理嘛，可是每次叫我去清个槟榔渣什么的，就啊，干你们自己吃的叫我清，傻小，就很不爽。不会胖，还是会胖啊？槟榔是致癌物吧？没有，槟榔不会，
那是因为加了石灰吧，还是石膏啊？石灰才会刺青，想刺色色人物图。你想刺哪边？你要刺胸口、腰上、肚子上，还是腿上？我的话讲脏话会扣分，但干字类之外，哎，我跟你讲哦，有个脏话，这也不算脏话吧，就是我讲干你娘，对不起，我直接骂出来。这个三字经我觉得还好，因为有时候真的是突发讲出来吧，就讲个干这样子哦。我说你娘，我刚直接讲出来，对不起，我道歉。我想这样这句话很难听没错，但还有一句话也很难听，所以每次讲到这句话我都会觉得真的很难听，那就是靠北这个东西，这个其实也是很难听的脏话。对，所以那时候只要听到有女生骂这个东西，我觉得哇，对啊，不是语助词可以啊，但是你可以用其他语助词啊。可是靠北这个东西真的是最好不要讲。靠腰不是脏话啊，靠腰就是叫你在哭你肚子饿啊。那靠北的话是对方爸爸就是死掉还是这样才会靠啊？不是吗？那 fuck 呢？ fuck 就有点 international 了呢，对不对？你用了国际化的语言，对吧？主要是很后来啦，大概高中左右吧，那时候就开始没有再讲这两个字了。哇，我手就讲到哭啊，洗的烤哦，都这样子讲啊。我都知道你在哭哦。哎，我是打错了，我越打越少，白痴哦。开始反思自己是骂人骂太凶，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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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听到最凶的就是拉拉，你仔细想，拉拉在玩 low 还是玩什么时候？打日麻玩 low 的时候，是不是最容易讲靠北这个事情？你只讨厌女生讲生殖器之类的啊？没事没事没事，你爱上了之后，你就会包容他。他就算诅咒你，你家人，你就觉得他在说我爱你之类的，没有啦，我知道不可能啦，但有时候爱上了，你要嘛就是接受嘛，要嘛就是他为了你改掉这句，就是改掉讲脏话、讲语助词的习惯啊。我之前觉得我最夸张是在那时候我们在拆渣在开台的时候。我们在玩火箭联盟，就是那赛车足球。就那时候我忘记是谁说要守门，就守一守守到跑出来，我直接骂啊！我就气到。本人很可爱哦，还没看过拉拉哎、欸。我以为拉拉是明年才会来台湾，因为那时候他有跟我在聊那个，就是他要把他的那个肥婆带来台湾啊。然后那时候就跟他聊很多，那你从大概什么时候？他说等明年吧。龟龟或瓦力吧，我不知道啊。就那时候他也有剪精华进去，就我确实还是听得到我在被骂啊你。所以，我就是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在台上已经尽量在改说不骂脏话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以前玩游戏玩的就是。好胜心太重了，所以发现说结束后又很不好，所以一直在慢慢改。那有时候改不掉怎么办？我就是只能选择不去玩，尽量不要玩那种要竞技
竞技类的啊，比赛那个就是有比赛有输赢那种东西，就讲了嘛，就是像异味曲奇或是歼灭啊皇国，那再来就是日麻。我当时畏惧日麻，就是因为不喜欢，因为总会有赢有输嘛，他一定会想都要赢啊。圣诞快乐，感谢晴晰的超级留言。对，那我现在能避免就是避免掉那些有输有赢的比赛。GTA 怎样？我 GTA 比较没有比赛啊。哦，如果是像比如说开车开那些而已，我觉得我玩得很开心啊，那就很看好笑啊。感谢阿鲁米的会员，哇，你第一次加哦。那如果你有兴趣加入第七代群，就私讯粉专哦。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小时候啊，我应该有讲过我之前那个吧，那个我第一任的那件事情啊，就是他教我第一任打麻，那个他闺蜜在教第一任打麻将，然后那边自以为是，那边合了很开心，我还教他怎么打这样子。那时候就是因为以前都不喜欢就是麻将嘛，但是会玩。结果就是因为那一次，就是他那边，因为我赢过他，他就很不爽。就因为那一次，我就很避开麻将的东西。你等一下要抱抱睡，好啊，你要来抱抱睡跟我说。早安，早安。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每次日麻杯都没有我？那、啊、我明明就稍微会玩嘛，缺人也可以找我啊。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就是你们看我玩越曲奇就感觉得到我。别说越曲奇了啦，那时候在玩那个夏日运动会的时候，那时候看到我在那个在跑大队接那个马拉松那个什么接力赛的时候，我第一棒那时候我手不是抖跟发什么鬼一样啊。对，所以我只要在牌桌上如果打实体的话，我手汗会冒超快的，然后我一定也会一直抖，然后就是呼吸会很快很快。我已经很克制，就是他们都说反正只是玩玩而已，没关系，不要想太多，而就是还是有个心理阴影啊。甲状腺，我就不知道哎、欸，就很紧，会一直很紧张。像玩实体的狼人杀也会啊，那时候当然是希望不要抽到狼，但结果每次都抽到狼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很紧张，然后赶快把自己送出去。结果好几次狼人杀，因为那时候。狼人杀人数多的话，时速就拉长嘛。然后那时候狼人杀一局玩了快一个半小时，总共玩了四局，所以玩了六个小时。所以六小时里面，没有有那个玩了五场吧？五场里面有四场我都待到最后，我那时候精神压力快炸了。不管是好人还是平民，我到后面都很炸。教主跟你们玩网络的话还好啊，重点是实体的啊。干，我忘记加。很久啊，那时候我们是从我们还玩到天亮了很多次哦、喔。啊，可是跟菜渣他们玩的那种他们的方式的狼人杀又很不一样。我那时候死第一天死掉嘛，然后解药没救我，你知道怎样吗？你也知道他们怎么玩吧？他们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小女孩，有个小女孩就是她是说晚上可以睁眼，但不能被狼人发现。
那被狼人发现的话，就是小女孩也是早死嘛。结果我死掉的第二晚上，然后狼人要动刀的时候，小女孩眼睛瞪得超大，在那边看，看狼人，还站起来在狼人面前盯着那，我就快笑死了。然后第二天天亮了，然后那个谁谁谁死掉了，那也死掉那个是小女孩。对，他就是眼睛瞪得很大，然后看着那个狼人，然后狼人就一直就也不能比什么嘛，就比小女孩，比小女孩，比小女孩，比小女孩。然后说确定吗？然后小女孩跟狼人同时点头，你妈的画面多好笑啊！那后来下一局就是我狼人还是饼干，我跟狼人，我跟饼干当狼人。结果那时候他好像是眼睛张开，对不对？他就说我要杀祭酒，然后我在旁边边笑，饼干就眼睛张开说我要杀祭酒，然后我就只能憋笑，然后比赞嘛，比赞就是说同意。然后天亮了，季炯死掉了。然后季炯的遗言就是说，很明显了啊，白天就是有人说要杀我，就是他了啊。然后饼干就说，哇，这狼人嫁祸哎、欸！我那时候一直，我那时候不能笑，我就是摆出很疑惑，然后在思考的脸。那其实我那时候是在憋笑。我说：“哇，将会嫁祸给我的太阳、狸猫、狐狸，你们都有鬼吧？这样子。”对，然后再来第二晚的时候，我还记得、哦、第二晚的时候，那时候要杀菜渣，结果菜渣死掉了，然后。再来是那个谁，女巫嘛，女巫就是也没有救菜渣，就毒，然后毒的时候也是毒饼干，然后就那一晚就菜渣跟饼干一起死。然后那谁，狸猫跟太阳说啊，这个我先不管是不是狼自刀，饼干可能自刀自己，然后。啊不，那天饼干是自刀自己，想要骗女巫的解药。然后那时候我忘记女巫是谁，然后投毒投菜渣。然后那时候他们全场分析都说啊，太明显了吧，这女巫一定是毒饼干，然后菜渣是被狼人刀掉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太阳信心满满的在那边当那个分析师什么之类的。然后分析完之后就是因为女巫的毒药只那个解药只能救第一天只能救人嘛，然后结果那时候我就觉得话怎么那么多，就让太阳死掉，然后因为我都觉得太阳那时候是那个是女巫，哎，然后结果下一天狸猫就说，奇怪，女巫怎么没有救人啊？然后我就分析说，会不会太阳是女巫出去的啊？还是讲一大堆。就记得那一天，那一场是我们赢。然后下一天就是要就是轮流抽人家当上帝嘛。抽上帝的时候有个画面最好笑，我那时候那个我就说女巫请睁眼，然后我就比那个谁，好狸哦，就好像是狸猫死那个，我就比他死掉了，你要救吗？然后那时候饼干是女巫，她眼睛睁超大的，那边就是她不是摇头，她是摆着身体跟着摇，她说不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一直笑，她摆出啊，你们知道那个好像叫什么谁，我好想用画的哦，尼可拉斯凯奇啦，
就摆出一副好像很欠扁那个脸。看一下哦，这个，就大概是这样吧。那就摆这样子，然后他不是摆头，他是身体跟着晃，他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他这样子，脸在这边，然后这边，然后就说那你要投毒药吗，他也跟着投。就那一晚怎么死的，那一晚好像就是狸猫死了嘛，对不对？然后好像是太阳跟着死，因为就很明显的就是会害狸猫的就只有他们熟的人嘛，不可能会害到鱼干啊。啊，那时候还有小强、鱼干、我、巧克力跟阿谦，那时候在那边玩，就他们熟的会自己先害，我们就在旁边在当那个旁观者。旁边没感觉，你知道为什么没感觉吗？他们从头到尾只要天黑闭眼的时候，他们就扭来扭去，每个人发出声音说：“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杀饼干啊，杀饼干啊！”他们吵来吵去，然后过到很玩很多轮之后，他们才说：“晚上可以安静一点吗？很难睡觉。”还是最好笑是小女孩我摸来摸去还搓来搓去的那边，那时候还有个画面说狼人请刀人的时候用手指去戳人家的腰我就说还好不是在我旁边，不然会叫出来。那时候他那时候他们刚转呢，有一次玩的时候是他们刚转那个生活型，就是认识了胖虎啊、圣结石。那时候是在那个工作室聚餐嘛，然后玩了一场16人的狼人杀，只玩一局，那一局我抽到一个叫做狐仙。狐仙的胜利条件是场上只要剩一个狼、一个好人跟狐仙，狐仙就直接宣判获胜。那时候就刚好我就是狐仙，就是场上剩一狼一人的时候，那时候就宣布获胜了。对啊，16人超多超级的哎，而且你天黑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第一晚嘛，就是一样爱闹的说刀塔刀塔什么之类的，就神明就说闭，那时候说什么闭嘴，什么晚上就是好好睡觉好吗什么之类的。就第二晚第三晚的时候，有人放屁都被听到了那时候放屁还是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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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的屁哦哦，那时候还有人生啊，就因为人生白目这边，刀塔刀塔刀塔，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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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塔刀塔，
然后就他好像鱼竿在主席，很不爽，呛的什么啊，那个闭嘴哦，没有参与到的闭嘴哦。也可能是因为人生吧，那不然我们那时候在讲的时候好像都没什么事，就人生讲话就出事。哇，原本以为刷到50，又刷了快25个欸。哇，我已经十天没有浇外面的水了，那些花花草草他们一定很想我。要上课先下咯，好，上课加油。花生麻薯拜拜，再叫人家花生麻薯。那个笨麻薯要叫什么？芝麻麻薯。灰麻薯，橘麻薯。我就这样叫你们了。我刚才又是广告，我不知道哎。白痴哦！问一下，你们刚刚有听到宝可梦的声音吗？你们从刚刚到现在有听到宝可梦的声音吗？考试考完了，辛苦了，辛苦了。因为我刚刚发现我是把后面的视窗的声音关掉 ，OBS 上面啊，哦有哦，哦所以可以，我现在可以听版权的歌喽。我没有啦，孔安，是孔安啊，你注意听，那播一下歌哦。啊，不是歌单，不是歌单，纯音乐。有吗？这样有听到歌吗？我是说有听，欸，你们是听到歌加宝可梦，还是只听到宝可梦的声音？我版权哥不要吓我啊！阿贝讲的话我不，阿贝讲的话我不听哦。你他妈的想骗我，还想骗啊？哦，真的假的？那太好了。那这样我可以看，我可以看剧了哎、欸！哇，那个哥加宝可梦的我通通ban掉，我先ban个300喽。辽源爸爸。你有没有你有加会员，但是你有想要进来群组吗 ？DC 赖群有吗？小扳手小扳手在问，他在想说你是不是忘记还是怎样？跟台当滴滴了。游戏背景音乐算歌吗？不是，你知道我刚刚听什么歌吗？来哦。我播给大家听哦，没有就平时在播的歌啦。因为我晚点想要就是研究把网页的声音
在网页跟游戏的声音分开用，这样我就可以听自己的歌，然后玩游戏了。像这个，有没有？就平常那时候在听的歌啊，这样我就可以听歌了。天啊！所以我就想要听版权歌，然后就是玩游戏这样子。你都在这边边听台边聊天，好，那没事了。他们两个就在调情呢、啊，不要理他们两个。他们俩在调情，你们可以无视这两个人在互咬的啊，任何行为举止。对，以后考虑有空再考虑去宰圈，好啊，好的好的，我差点用打字回你，好的。七。没有啊，你们可以打啊，只是我们可以选择无视掉啊。调情，他们就是啊，你看，我感觉怪怪的，他们俩就怪怪的啊。你看，阻止他们这种行为，我聊天室又跑很慢，不知道干什么。三小，哎，小妹妹，你上次回我靠北的时候，我真的是吓到了哦，怎么这么大胆？我怎么感不到调情的意味？哇，那你真的很单纯哦。会不会被木木男友打了？我跟你讲，人家木木又想把他男友甩了、欸，木木都想提分手了。好，后面爸爸拜拜。我那时候就说啦，跟木木深思熟虑的想谈一下。对啊，你去把《对的人》这个歌词抄个300遍吧。等你抄完300遍之后，你再谈下一个恋爱。你看，你一天抄一份歌词，那你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可以交到下一任了。你会觉得还是很快？不要觉得300很多。你看，你一天抄一份，那你300天不到一年，你就可以交下一任了。你其实没有很单纯呢。那你觉得互咬怎么可能？你没有想到意味。先不吧，你说以后不交男朋友了吗？还是先不抄了？抄歌词，对啊，不叫你抄佛经，我想叫今天你抄300遍佛经，你也不一定会背得起来。我那时候就觉得抄课文这个东西的行为，我个人觉得没帮助啊。你只是为了抄而抄啊。至少对我没有用呢。我觉得抄课文，我真的只是为了应付老师才去抄而已。为啥有回音？有回音？等一下哦。那你觉得不是？对啊，木木，你有没有考虑单身？你看，你单身就可以到处对男生乱来了。
我说的乱来是，因为你有男朋友，你去一个公的麻薯，让男朋友吃醋怎么办？对不对？那今天跑去公的麻薯家看猫咪翻跟斗怎么办？你最近才想把黄色思想收起来，所以，那你应该要戒掉看我的台哦。你都对女生乱来，女生可以啊，女生对女生乱来很香呢，很棒啊。狐狸安安，所以，题外话，你真的考虑要分手了吗？你真的考虑要跟你男友分手了？那我问一个问题，分手跟不分手的比例占多少？不想分大于分手，还是分手大于不想分？再看看吧，你的再看看是什么意思？这问题不适合在聊天室公开回答吧？我们又没有私下的，好啦，那不要回答好了。他会说50-50，我觉得不会耶。我觉得他现在也是不知道，搞不清楚耶。他现在很混乱，原因是因为他觉得麻薯比较好咬。欸，还是我想到一个方法了，不然干脆你问他有没有 YT 的账号啊？那叫他随便上传一部影片，你在他的影片下面跟他聊天就好了啊，就不用在意说回信箱这个东西了啊，对不对？你只要在他的 YT 的影片下面留言，跟他这样留，应该也很快吧。不要让我笑啦，打 HY 传但叫到不能怪我啊，你滚下床不能怪我啊，而且是谁让你笑的？我没有，我讲正事呢，对不对？不然你叫你男友来我的聊天室聊天啊，你应该会说不要吧，对不对？他来的话你就不能咬麻薯了、欸，那个人说：“这个人是谁？男生女生？奇妙的鬼点子。”我其实那时候就要问他，想要问跟他讲说：“不然你去我其中一个影片下面留言，比如说你的妹哦，然后再马上把他删掉，这样子。”来看一下游玩时数多少了。
你看哦，我九点开台，九点半开台，现在10:47了。理论上哈，理论上来说要加一小时，对不对？对不对？数学好的都知道吧？来，270加一是多少？270，没错。2701，你要去死啊！来喽，滴嘟，你看还在270，所以不是我说谎哦，是他真的卡住没有再跑了。我都可以啊，但现在他都不回我了。好啦，再看看吧，真的再看看，因为毕竟当时就觉得只靠妹友真的是，他那边可能也比较孤单吧，然后可能也在其他游戏认识到比较好聊天的人欸。话说剑盾那个孵蛋也是出方闪的，我不知道。我的剑盾游王时速2分钟，你都可以。啊，不然这件事晚点再跟你聊。因为连我自己靠妹友聊天，我都觉得好烦哦，很烦呢，而且还怕说是写信被丢到垃圾信件里面还是怎样的。哇，结果又快刷100了，我在开台，对，我在开台，怎么了？然后你还在那边跟我聊体重的问题。Hello， 小鱼还问我 LINE， 白痴等待时间，我当然回你 LINE 啊。你看你今天打 LOL， 你死掉复活温泉没事做，你还可以回我话。因为小鱼刚都不在，是啊，所以现在小心哦，各位，教官来了，教官出现了，各位，木木乖一点哦，虽然你刚刚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回了我三小而已，他说我三小。他骂我三小，我在对线也会回你。哇，我也会耶。哪有哎、欸？留言还在哦，你要不要信？你信不信？我可以截下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三小。圣诞快乐。我之前有女友的时候，为了怕忘记回女友，都直接边打扰边通话。通话比较方便啊。回话回一回，回到还可能会因为，我的 LINE 真的很奇怪、欸，它不会跳通知、欸，它不会跳那个橘橘的通知，然后每天都自己去打开才会看到说，哇，讯息有这么多。回来啦，刚洗澡保养完脸，哇，好好、喔。啊，昨天吃了咸酥鸡，长了4颗痘痘，难过。他听到你惨叫，我靠！出社会了哦，好好哦。为什么还没？你几刷、啊？有算吗？还是你刷几天？
而且我最近这几次赖打字变得超级卡，然后有人打传讯息，像没有他传讯息给我，我点开他说是完全是那个哎、欸、无字天书哎、欸，全白的。他说啊什么东西？他明明传了四则讯息给我，打开是全空白的。然后当我就是赖重开或电脑重开机之后才看得到。但是打电话电话费很贵，打赖啊小姐。打赖不用钱呐、啊！话说 Pokemon Go 一月社群日才吧，我现在没有开了。自从他好几次那个就连续捕获，如果断一天就全部重来的时候，就太心累了。手机没网路，你手机没网路，那你现在怎么看聊天室的？哎，不是啦，我们现在在讲，你现在处境不一样啊，我们在讲我们的事情啊。你等你有办法用 LINE 用 DC 那些，我们再来讲吧。福建安安 ，Hello Hello， 你现在是不是很想打电话给麻薯啊？你知道吗？对不对？捕网球好用吧？我就说都抓神兽要用捕网球吧，赞吧？可能还要很久，那就看当时哦。我现在坐姿好颓废哦，我现在是一只手放在那个椅子后面，然后身体是倾斜，哇，打电话给我，我觉得木木想打电话给你啊。一大早歪去扭巴的，有歪。一大早，哇！你这句话有四个数字哎。一大早九歪七扭巴，想躺床了。晚餐晚安，晚餐晚安。感谢小何的超级留言，感谢感谢。什么1978？哦，白痴哦！我想说，明明是1196啊，为什么是1978？那你太会算了吧？好啦，准备开日麻咯，还有七只，还有三只。只是想躺床，可能听到睡着，或是看小说看到睡着。啊，我先跟你讲晚安啊。反正你等一下要睡之前再讲一次啊。你看，多讲多像我那天一样啊，有没有？你讲了五次晚安，啊，也可以对你讲五次晚安啊。啊。有要开日麻哦，我已经刷快100了。你现在是不是麻薯没打字？你硬要 Q 他，说要咬他，他搞不好在忙啊，硬要 Q 他。
你知道我是很三八很鸡婆的哦。你是不是很喜欢马薯？直接讲。为什么是啃麻薯啊？麻薯不是啃啊，啃不是应该都是啃那种硬的东西，木头啊、口粮那种东西才是用啃的吧？地瓜酥吃到你的牙龈，哇，好痛哦！麻薯怎么啃啊？要不要？我们去查一下“啃”的这个词是怎么用的。北七哦，冰的东西当然是我说硬的啊，硬的才是用“啃”的吧？不然肯德基怎么来？要靠要按错东西。Google 翻译“啃”意思，啃木头、兔子啊。哦，啃，很啃。Kong Zhao Ying De Dong Shi Shang Yi Dian Er Yi Dian Er De Yang Li Wang Sha Yao。小王虾要，弯错了。从较硬的东西上一点一点的用力往下咬。有没有较硬的东西？从较硬的东西上一点儿一点儿地用力往下咬，一点儿一点儿。你看，麻薯全身上下唯一硬的东西是什么？骨头、牙齿、指甲吧。我刚不是刚刚最好笑的是他的翻译是英文腔哎，有没有听一次？往下咬。它是汪虾药哎，再听一次哦。Kong Zhao Ying De Dong Shi Shang Yi Dian Er Yi Dian Er De Yang Li Wang Sha Yao。Kong Zhao Ying De Dong Shi Shang Yi Dian Er Yi Dian Er De Yang Li Wang Sha Yao。超好笑的。Kong Zhao Ying De Dong Shi Shang Yi Dian Er Yi Dian Er De Yang Li Wang Sha Yao。对，我按到英文发音，可是他把中文念出来耶，口水掉下来，往下咬，反正啃就是咬硬的东西啊，啊啃老就是咬那个啊，咬老人啊，咬那骨头比较好啃啊，年轻人的骨头很硬耶，咬不下来啊。对不对？让骨质疏松，跟解压骨一样，不解压骨啦、啊，那种磨那个磨牙饼，那叫什么饼？口粮啦、啊，全部连起来，最后面变很好笑，对吧、啊？我也只听得懂汪下咬，汪下咬，好像是谁的人名？有没有汪？对不对？三点水的汪，夏天的夏。然后摇篮的摇，往下摇，往下摇。好，以后有人要我替他小孩取名字的话，我就取这个。可以再一次吗？你就去搜寻那个啊，啃啊。Kong Zhao Ying De Dong Shi Shang Yi Dian Er Yi Dian Er De Yang Li Wang Sha Yao。汪会念诶，从交音的东西上。哎，带人什么带人的用力地往下咬。Kong Zhao Ying De Dong Shi Shang Yi Dian Er Yi Dian Er De Yang Li Wang Sha Yao。帮你们把这个拿去搜 Google 翻译啊。Kong Zhao Ying De Dong Shi Shang， 我，它是不是一点一点，对不对？就一点一点，一点儿一点儿。早安，早安。没有米飞，嗨早。没有。有没有？你听起来像什么？英文人，
啊，英文翻译念中文。好了。今天是八卦星期六，他开台应该是睡死，没办法参与。来喽，麻雀魂喽，麻雀魂。你那么早睡的吗？我还没睡，小姐。不然我们直接听往下咬好了。往下咬，白痴吧？有没有中文啊？繁星，繁星，靠腰啊！怎么叫我的名字？Mashu，我现在可以这样念哦，怎么可爱啊？小雨，小雨，米菲，米菲，白痴哦。Chow Kaylee， BOBOO 2 Guai。BOBOO 2 Guai。Bin Guo Bin Guo Ba Dian Lu。点不会耶，点就不行了耶。Shang Mao Tuan Tuan。Ha Ji I Chi Shi Gua。搞什么啊？你他妈的黑猫长出不出来？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念中文呢、欸？这好好笑哦！我在玩 Google 小姐吗？刚才发现好好玩哦。Gan Xie Chao Ji Liu Yan。Chao Ji Liu Yan。他中文好烂，不会啊，我觉得很棒了哎。还有什么东西？I Yao Nai Shin Dang Dai Zi Shi Shuan Zhao Gan Wei Han Zhang Yao。 Mi Fei Ni Shui Di Zhen De Guai Guai De。 把杰克看你们也可以去玩啊，你可以去玩啊。 GAK 杰克是 GAK 呢。G G 赢赢的，对不起，我不是打那个。好，我们开始玩吧。玩上瘾了，很好玩哎、欸。你们猜我是打中文还是打英文呢？Da Jia Zhao En， 好什么东西啊？沙瓦鲁豆啊，
A Bei Guo Shi Wu Shuang A。好啦，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他打 R 会变 A， 所以叫 A Bei。我当然是打中文啊，当然我是打哪个音？说不玩还不是会偷偷玩，玩一下啊，好玩一直玩。是不是一模一样啊？什么契约奖励？安安，爱秀秀。秀秀不是秀秀，阿伯，阿伯，他们太无情了，阿伯，阿伯，他们好无情啊！小贝贝，他们好无情啊！干不对，酒饼一定在你手上。我想一下哦，你手上有酒饼吗？那这是属于我的国士无双面。小杯杯，我相信你手上还有发的。不是我斩断梦想，是我相信他手上一定有酒瓶。你今天睡过头。那、啊、怎么办？去上班啊？还来得及吗？我在计程车上面哦。你昨天为什么那么晚睡？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有意思。我办。他陪你，他陪你到几点？你昨天很早就不见了欸，想骗我？你昨天跟我聊天聊一聊之后，我去称完体重，那就没回我了。你昨天其实很早睡啊。干咩骗？给我骗！送礼物吃大餐。谁？感谢圣诞老人，哪位圣诞老人？谢谢，谢谢。谢谢 Shang Dan Lao Ren。我以后用这个好了。谢谢神丹老人。一万有出现吗？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マラバ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タイヤをドラに
你只是怀疑哪一位圣诞老人出个声，可以吃大餐的。你那边有圣诞老人请你吃大餐吧？我那天有看到。阿贝给你了，阿贝接好。阿贝有接好吗？你当要圣诞色素了，加油！你会戴假胡子吗？记得拍照给我看哦。各位再见。咻咻再见。咻咻再见。安安，是在哭哦，不是我。咻咻说是在哭哦。好，你要下了，好，拜拜。等等，我在店里面。我在店里放你的胎，我跟你说，来啊，你干嘛？避免说我坏话，你是说像之前的那个吗？魔物猎人，我买个宵夜，怕你说我坏话。所以一万是圣诞老人吗？谢谢一万。しまった。しまった。しまった。哦不，阿贝，撑住！你竟然不用哭的脸哦。最後の十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ば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ロン。哦不，阿贝，太无情了，阿贝。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就剩下我跟你了，干你的，给你。还是你要这张？天敗。リーチ、チュン、ドラ。嗯，一同跟踪是哦。
中东。请问我可以把你剪啊，你剪啊，你可以剪啊。欢迎欢迎。哦哦，西马大，对不起。哎，等一下，你这次结婚了哦！啊，西马达，理解。哎，而且为什么他是爬？哎，为什么是爬？哦，结婚很久了、哦，真的假的？哦，白痴哦，这是结婚的，这就是结婚的嘛？西马达。你醒了没啦？你还在做梦，醒醒好吗？我要在聊天室，我还在 DC 加个醒字了，贴图了哦、喔。醒！つも。リーチ一発チャンタドラドラ。哇，他一个一饼，我三个一饼，理论上他没救了。我在跟你讲理论上啊啊，来，留给有梦想的人。阿贝，接好了，阿贝。哦、oh. ，对啊，差一点点。吃萝卜，萝卜。萝卜，我要把这个加在图窝贴图里面了。高追，灰夜鸡吃萝卜，然后新增伺服器设定，表情贴图，我弄了吗？这也很可爱啊，丑死！
抱歉，我在上传贴图。別の人に降りかかったな。感謝優良。阿伯醒了没？小伯伯醒了没？阿亮再按一次哦。那加油是什么意思啊？打飞我！那个确认的图，居然在打麻将，嗨蓝莓 ，Hello Hello， 你怎么后面是加 CH 啊？你是在做这个吗？这牌不得了，是不是？哎，最近都没有在菜渣的群里面玩了吗？没人找我，没有啊，自己去啊。我们是自己，我也是最近偶尔自己去那边玩的啊。YT 打算慢慢经营起来哦，懂了懂了，加油！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パン。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你说，所以你是怪我没有让你早点把梦醒来吗？很抱歉呢。做梦。怎么在这里？
我有看到，原来是宝牌哦，白痴哦，太无情啦，龙龙鼠。其实还好哎，刚掉没有什么很痛的感觉，痛的味，痛的感觉没了。好，路基拜拜。蓝喵，最近有看你在玩日吗？哦，你那个四杠六局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哎，竟然飞了。打掉了。啊，你这次角色有没有氪啊？你有氪这次的角色吗？刚刚听东风合不了，没事，我也在听啊。你把日麻当游戏网站玩？我也是欸，好巧欸。那你抽牌的时候有大喊吗？金角的声音不合你胃口，那你可以把他的声音隐藏掉啊，你可以把声音关小声啊。我的小鸟很亮，对不对？小贝贝不在了，不能把爱给他了，难过。你刚刚说的那位师傅，我怎么知道他这么不精打、啊、你的牌好可爱，蝴蝶结的耶，之前活动的吗？对啊，哪一个啊，忘记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牌背啊，然后好不容易抽到的牌背，然后也是蛮可爱的，就留下来了。不然之前那个谁，狂赌之渊的牌背太恐怖了，不太敢用。昂弟弟哦，是联动的吗？欸，我忘记了欸，欸，这牌背是怎么来的啊？谁记得吗？是哪个活动的？
你圣诞特效就是你这次有抽啊，因为这次的排贝加特效太好抽了，绿绿的一片。是的 ，sorry 哟。我前面有抽啊，好像扣一千，才一千块，才一千块。你知道我聊天室这群有在玩的，起码都已经上万了吗？没有，可能运气好啦，看看，就这个，之前想抽这个，抽不到。看，想抽这个，一样同一只角色，抽不到。怎么才靠呗？你看，我们稍早是不是讲过？我最讨厌听到是什么？你才刚来没多久哎、欸，哎、欸，我有一个朋友，玩的第一天就把保底氪完了，你知道吗？他直接把保底全部氪光了哎、欸。他第一天玩就。把全部的保底氪光光，我都说你疯了哦！因为他重点是麻将还好，他是那种他的脑波落是落在角色香喷喷，只要你的角色够香就落。哎，明天这只氪那个这只加倍，记得氪哦，记得氪这只哦。不行，要挂这个。好，常常晚安，晚安，晚安，晚安。YT 只能用信用卡。对啊，没事啦。就那时候就说，怪不得日雀魂不会倒。我怪雀魂不会倒。哎呀，哎、欸，贴完贴图就断线呢、欸！天哪、啊。啊，常常晚安，晚安，晚安。又回来啦！我现在看到你们这样互动，让我想到我以前、啊、就是打招呼后面都有什么加个摇之类的。哇，真的想想，哇，上年纪了还打这个，真的是装所谓的装可爱，好恐怖哦！我年纪到了，没办法打什么挂号摇，还是会打啦，但是不会对你们打啦。这样不是吗？是啊，就是聊天室那个啊，人家明明跟别人讲，我、哦、靠！哎、欸，现在发起投票要吗？发起投票。我现在看到那些东西是想掐死自己，对不对？自己曾经打过的。
还是你说刮刮胡、烧头、抓头？抓头灿笑。我是不是要把“咬”这个字形字设为禁语了？谁打“咬”就会被那个电脑自动给删掉，不删掉啊，删掉。要不要？我们来玩这种黑暗游戏。感谢一万的续订。飞啦！感太痛了啦哦！感谢凯欣的会员。哆啦勇，哆啦尼。死了！不用你审核就好，说你审核。那我现在来设定啊，只要打麻鼠咬之类的，就设为禁语。爱小鱼，哇干，哇干，哇干干干干干，你是要通话的意思吗？噔噔噔噔噔噔，好久没用你了，用一下。哆啦尼，这游戏一开始可以抽卡吗？没有办法，他没有手抽的东西。日麻欸，要抽什么？你要抽技能哦。你在上班？我的天啊，你赶快来玩，泡芙就玩得很开心啊。完蛋了，等一下哦。这边两个台湾，两个香港。抽角色有单抽啊，你他这几天有活动，你活动打一打，玩一玩啊。我对香香的妹子比较有兴趣，泡芙也对香香妹子有兴趣啊。送梦想，送梦想。小鱼，你怎么喂的？你很久没这样喂我了哎、欸！他卡会有什么什么卡？他没有插。没差。角色就只是看得开心啊，其他就没什么东西啦。弟子安安，我在黑色裂空座的世界。徘徊，我出不去那个空间。我先去吃饭饭了。我跟你讲哦，我真的要禁止聊天室打注英文哦。应
该说打火星文。你知道你那个卡片里面一大堆火星文，让我看得很难过吗？看得很头痛啊，不是难过。啊，为啥？你都几岁了，还在那边打火星文？我跟你讲，你再这样子写下去打下去，你以后再看你自己写这些东西，我一定要念出来跟你讲。我会把你写给我的卡片保存起来，然后等大概五年六年之后，再把那卡片拿出来给你看，让你看看你以前写了什么。你不知道女生永远18岁，那你就是5年后的18岁，我再拿给你看啊，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嘛，对不对？黑历史吗？欸，超黑的欸。就是打那个啊，火星文吗？94啊。了吗？你问好，我现在要念出来了哦。我现在要全部念出来了哦。我的心意耶。啊，对啊，你的心意又怎么了？我要感谢你的心意啊。或是以后你结婚的时候，我就把那一份拿出来，你就不要邀我去你的婚礼。你很爱打484，484还好啊。我靠！哇哦！哇哦！哇哦！喝啦是什么啦？一样还在火星文，我就继续攻审他。你知道今天有一个人很特别的话，那他融入不了大家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好多梦想家，不，这就是兔窝梦想家，你不知道吗？欢迎来到兔窝梦想家。我们梦想家一号小鱼，二号国士无双，三号不知道。去吃饭啦。啊，讲袂听啊！去吃饭。直接被 ban， 就跟他讲说我不喜欢看到火星文了啊，然后他一直在戳我底线啊，为什么说我凶？我给过他机会了啊。我去你的！ドラゴリーチニャ。
道歉来晚了，为什么要道歉？你没做错什么啊？你没有打火星文啊？哇！玩手之间的厮杀，好恐怖啊！放心，把手猫去把对面的牌都偷过来。哦，不用啊。什么牌这么痛？重力宝，一二。没有啊，怎么那么痛？怎么会劫女巫？因为这是我第一只抽到的角色啊，这是我第一只抽到的角色呀！按我抽到女巫。不过都在陪我梦想家，我所以我很不想跟他们打，你知道吗？跟他们打压力很大哎、欸。那可会说不用压力大啊，我这么高追。应该说巫女吧，不是女巫吧？我被恭维，人家巫女啦。女巫是会打哈那个哎、欸，讲错了，劫云呐。是干的啥事？我说劫云啦，你那么可爱，就是因为说你呀、啊，我那么高追。我刚刚完全都是用你的语气在讲你。今天早上今天很冷，对啊，很冷，注意保暖。我的汤也凉掉了，刚刚又拿下去丢了。没吧？我怎么感觉没有被培养？培养什么？我是在靠人。哈，你们在讲啥会？哇！来嘞，一万，朋友，西风，还没有玩日麻，赶快来玩呐、啊！很多人可以教你玩呢、欸。哎呦，闹钟响了，听到没有？叫我睡觉的闹钟响了。人呐喊一万爸爸就有了。什么？当兵不是吗？那时候军训课的时候，啊，就是我那个全年的同学，啦，喊某某某，那不是打 EO 吗？他讲，
哇靠！你要满贯了哎、欸！你要满贯了耶！不是啊，他也没了啊，抱歉，也太快了吧，没有吧，东山了哎、欸，我也好啊，还是爱你的好吗，小鱼爱你哦，哎、欸、我很抱歉，我很抱歉，好了，这三位都不是托的了，小鱼要哭了。不会啦，我那么爱他，我宁可亲手葬送掉他，也不回答给我。喂，嘿，哦，不用哦，谢谢。理财顾问团队。爱他给他机票吗？哎、欸，机票很便宜耶，300块。我黑皮，300块的机票，又不像之前生母是几万块的机票，哎，这是可以偷偷进去吗？可以啊，你就打上面的密码进来啊。而且你还要偷偷进来哦，你要私下约我玩也可以啊。还在啊，差不多了啦，快12点了，那个最后一局了，放我去睡觉吧。不，蓝莓，我等一下去睡了，你要私下打的话，那个哪里？龟龟群或是泰扎群那边都有在玩啊，待久啊。抱歉啦，太困了。也没说到困啦，只是眼睛开始痛，不是酸哦，是痛哦。我在想说是我的眼皮上面的痘痘在作祟，还是我眼睛在痛，懂吗？哎、欸，我是不是有机会啊？好啦，没机会了，好好休息比较重要。我会啊，我会休息啊，一定会休息的啊。会啦，我万一不开台的话，江木木怎么跟麻薯咬来咬去，对不对？他们要怎么咬来咬去？几点开始开台的、啊？9:30。不是啊，其实我晚上没睡啊。哈？哈？要大声啊？哈？让眼睛休息。那还好，无名打上瘾的你。啊，其实就讲了嘛。那时候会玩，开始玩日麻也是酷窝这群人啊，他们平时一直有在
互动的群组就只剩下日麻区。我想说，好啦，还是开始学日麻。重点半夜还看见我，怎么半夜？我清晨还在好吗？一大早还在他们回你。哦，对啦，都还没用这个结婚后的哇！看看这个勒勒，阿们，先休假小玩一下哦，今天休假玩一下。你怎么是问麻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人家？你要跟我说啊！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麻薯啊？要讲呢。还没，还我五万！欸，结束了欸，我要五万。好啦，给你啦。欸，我终于看到了，我的天哪！一起死欸，结束了，谢谢各位。欸，好帅哦！好欸，十二点了，谢谢谢谢鬼龙，让我下班，谢谢谢谢。至少刚刚不是丢五万出去，我怎么可能丢五万出去？我就是要五万啊，咋了哦？可是我也要五万啊！欸，你要想想，如果刚刚那个 PP 丢了五万出来，我们是不是就一炮双响他？欸，有清一色碰碰虎欸。牌谱我们来看一下啊，加个星号。鬼龙斯暗克，鬼龙单起，你打错字啊？唱没有这回事，看一下，等一下哦，哇！你从这样子开始凑四暗客哦，我们来看看。他运气也太好了吧！欸，这鬼哦，这是鬼哦。如果中间没乱碰的话，是不是他就没了啊？欸，好扯哦！然后碰完之后，他是不是紧张？来看一下。哦，还好，还好，不是我的错。有没有感觉还是我的错？欸？啊，不是啦，是幻梦嘛？欸，幻梦，你太早走了。你看。他还有27张，你就这样跑掉？你看他摸到南风了！哇哈哈！
为什么你要扣着我的五万？你是我看台，你是我偷看台，你老实说，你是不是有看台？你要不要自首一下？哎、欸，不是，我看他们扣着五万，我觉得我很难过哎，还是因为我太明显了。哎、欸，很难过哎。好啦，玩得不错，运气不错。我搞不好我扣的是北风啊，有没有？奇怪，你不是去睡了吗？你不去睡了吗？对啊，三家都要。为什么你们都刚好要五万啊？烦呢！不打正常，没有。不是要让人家做梦的好吗？海底捞月，可是就是没海底捞月啊。好啦，再一场了。我也知道正常啊。哎，快点，最后一场，有点不爽。虽然看到四万克很开心。蓝莓，来不及了啦，蓝莓。蓝莓，我就私下再玩就好了。你在那边，不然我看你开台有玩的，我再过去，好不好？没刺激到，没有，没有，没有，精神来了。我有要关，我也以为我要关的啊。看完之后就看到大家都要五万，有点不爽啊。好不爽哦！哎，这跟我那天十三面差点十三面的啊，自己把十三面送掉就难过。你会一睡到半夜？会啊，我一定到半夜啊，我一定睡到半夜啊，没在开玩笑。六张，你叫我绿，你神经病哦！我的指甲断掉了，哇！我的指甲断啦！不爽开什么？哦，你说，哎呦啊！今天如果是刷到色为裂空座，然后他还是挣扎死掉的话，我就不爽关台了。我就当作我已经抓到了，好吗？我就打死他，补了他的图鉴，这样子。你当初五张就敢绿了，你要想我在开台、欸。他们也是宣称说没看台啦，我就信一半而已啦，因为我那时候都有私下回去看回放，我就觉得那太明显了，我想说啊，算了算了，都已经开台了，就抱着说会被低的觉悟在玩。你好，对不起打击你了，没有没有没有，你玩得很棒，你运气很好，打击我。对你打击了我，你最后怎么会是留五万下来啊？
那半夜嘎嘎在哪里进来补那个？那个我下次会好好看着再进去的。我会先看好切结书再进去签合约的，不会像这次一样玩太久了。哎，这太久了，神经病哎！换我要四安克了吗？可以回收吗？啊，没有哎、欸，在这里，超好笑的哎、欸！我刷裂空兽刷到一半被抓走，你知道那感觉吗？你在宝贝球里面好好的，你被那个前面战场的吼出来一样，装备多出来了。下家在干嘛？下家不能干嘛？下家能干嘛？他没了啊！西风、北风，那、啊、它是东啊，它只能混一色或什么而已的，不是吗？奇怪，这张牌也很常出来啊，怎么没有？哎、欸，你都是我喂的哎、欸，你等下是不是要超级留言我一下？重点教主居然是这样子进去了，进去什么东西？不是，我那时候不知道按什么东西，点一点，哇！我那时候以为我在调造型，对我那时候想说我要调一下我的那个造型，然后怎么突然就很像下意识点的开始，因为我那时候头是低低的，在那边按那个叫啥？我那时候在按。那什么东西？那个裂空做的啦，我在按 home， 然后什么东西回去的？我要开着日吗？因为我在想说，我那时候想说啊，小鱼是不是没帮我送礼物？然后我就想说开上去看一下礼物有没有送啊，然后确实是他没有帮我送礼物，我就在那边边送礼物，然后边低头在那边刷裂空做。啊，结果咧，啊，结果悲剧就这么发生了。刷一刷，一个小时被绑着，感觉很奇怪呢。送礼物送到进房，对啊，我进房瞬间，我那时候是傻了，我想说，欸，奇怪，我刚是送这个吗？然后点点点点点，怎么突然开始？我就打到问号问号问号。我非你白痴哦、喔，我非你是刚刚的事情，送礼物是半夜的事情欸。啊，小可爱，小可爱爱。小鱼可爱，啊小。你预知哇！小鱼要打哪张？好恐怖哦！打哪张好像都会死哎、欸！我不然我也预言我会飞、欸。
好啊，我就不要啊。我不要玩啊。我卖肾啊。老师来了，我要走了，好，拜拜。为啥不红中呢？为什么要红中？你可以解释给我听吗？因为我真的想听而已。为什么要红中？你分析给我听。我好学。你看哦，刚刚场上白板发财，发财刚还没有，红中跟东风场上都没有啊，在等我的红中靠腰哦，你是对面的哦，为什么要红中？我不要啊，你就不要啊。我之前真的把七万，你之前真的要把七万丢掉？怎么丢掉？啊？我现在在乱打，现在欧北爬。乱打啦。圣诞快乐，不快乐，刚被飞了，还好啦，看到斯安科丹奇还是蛮开心的啦。爱宅多一番而已啊，因为没讲圣诞快乐，快乐快乐。现在看到五万就很讨厌，你知道吗？我得了五万厌倦症，不厌倦啊，厌恶症。二三。看完蜘蛛人回来，你怎么可以回来？蜘蛛人不是无假日吗？蜘蛛人不是没有假日吗？哦，我刚刚立这张的话，哇，赤墨哎，哇！昨天在学校看一堆人送饼干跟糖果。喂，这张贴图好像也可以拿来贴，这张也很可爱啊。这张如果这边再加那个这只角色的那个有没有腹黑的脸，很病娇欸，病娇。哇，团子粒子棒好可爱，现在还抽得到吧？再放下去，兔窝没有地方贴图了吧？有吧？我看一下哦、喔。伺服器设定，表情符号，我还有55个可以用诶、欸。哦，总共好像是100个。你累积抽了快200个，没看过粒子棒，真的假的？上次好像那个哪一个，我粒子棒重复抽了好多个、喔，啊啦啦啦啦啦啦，好像是那个金枪鱼吧。
赖啦，这么久。等一下，我在传贴图，我在上传贴图。哇，你鸡鸡发火哎！你们看兔窝的那个啊，有些人是不是没有日麻区的权限呢、啊？那个狐狸的角色鸡鸡发火哎、欸！不是啊，有些人没有那个兔窝的权限，那个日麻区权限。真的啦，他鸡鸡发火啦！狐狸也很无奈，很好笑啊！我要不要限制你们两个咬来咬去，一天只能咬几次啊？不然感觉你们快在洗版了哦。没有，我现在跟他们在吐窝闹，不好意思，玩一下，我们在吐窝，开心的玩贴图，哇，这个截图真的，小鱼你去看你会很开心。你也觉得要了，要什么东西？你是说限制你们？麻是我咬你，应该没感觉吧？哇，十三面是长这样哦。不是啦，你要往上看啦。
你没差，但可能有人有差。就是那个啊，哦，这很难讲哎。感谢，你是这一位对不对？感谢会员，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可以私讯粉专哦。对，如果你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啊，想跟他们一起打日麻的话，你该不会就是为了看一下我们 DC 在看什么吧？你这个小坏坏。好啦，欸，那个，如果你们有人有打日麻，但是看不到日麻频道的话，要记得跟我们说一下哦，因为当时是怕说，欸，怎么结束了？哦，好，结束了。好的，好的，好的，耶，yeah ，结束了，结束，耶，yeah。你插那张西叶，你又怎么了？你国士无双哦。你贴直播啊？贴什么直播？好，啊。古意有，古意不是要这个吗？然后这边高级设定，然后古意开启啊，这个，那古意就自己去查一下。然后妈，昨天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这个，不是昨天不是没注意到这个，昨天是没注意到我进房间了。那时候我就在我只记得我那时候在养它嘛，你看养到快满了。然后想要送到一半，怎么突然这边有个东西？我想说要领，因为他每跳一个东西就可以领。然后我到这边的时候要领的，我记得要领的时候，我有点这边，然后头就低下来了。然后低下来之后，我想说啊，干，我怎么进房间了？对啊，是这样。好啦，这个剩下明天才能送，今天能送完了。之后还有这个要晚一点了，这只要晚点才能吃了。这只喜欢吃宝石，所以还 OK。宝石还有多，对耶，教主有没有契约爱心？可以无？什么叫契约爱心啊？你是说那个吗？在哪里看呢，啊？哇，你还有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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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你说这个吗？是干嘛的？那这里是干嘛的？即使我努力一点打也可以省耐心，没关系啦。哇，有连宝灯呢，哇，帅哦，哦，三人的哦，四人的九连宝灯我觉得真的比较强耶，这可以直接加一千。哪一个？猫去卷吗？还是羁绊之心哪一个？无限次数送，那小雨我要不要用？多少？看一下，个十百千，还差那么多。效果跟蓝雨一样，都一样哦。啊，这样加多少？一万三，一万三够吗？一万三不够，所以明天还是要明天呢，啊，明天才能出来啊。これはキデンの趣味か。ありがとう。覚えておく。これはキデンの趣味か。ありがとう。覚えておく。
これは貴殿の趣味か。不要啦，你给我几天。覚えておく。好摇。二十百千。好，我留两颗爱心，一个你的，一个我的，好不好？手机录影可以证明有会员，可以加群组，还是一定要截？就截图啊，就截你那个你的 YT 的那个，你后台就是你有订阅谁那个位置，就订阅起来加谁会员那里。哎、欸，就这样，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啊！晚上应该会开哦、喔，我睡醒的话就开。哦，大家晚安。验一个感情不善，对，就算我今天再穷，好不好？他就只是差100而已，我也不会动那两颗爱心。我准备好。哎、欸，不对耶，这个是粉尘换的，都那礼物换的，对不对？啊，大家晚安。好啦，木木晚安，好吗？你要乖哦。我要把它 ban 了，可恶！已经达到上限了 ，ban 掉。啊靠呀！哎、欸，弯错了！我按错了。哦，我先关台。那个木木，不好意思，那个，我先去处理一下。大家晚安，拜拜。用 banner 啦，白痴哦、喔！我按错了啦，抱歉。玩到用 banner， 我去后台找一下。那个不好意思，按错，我没有气啦，白痴，按错。